好，我们来看这个 Level Two 的题目。我的 C 是加的时候，它是属于同符号的。然后我的 V 是加的时候，它就是加。然后在这边，我的这个是 X 跟 2X，三我可以放一三，也可以放三一。然后 C 是加，应该是加的时候放一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乘出来是 2x，这个乘出来是 3x，加上来的是 5x。然后接着这一个它的 c 是加，所以它是属于同符号的。然后它的 b 是减，所以大的放减。没有 vc，因为 c 是加同符号，然后 b 是减，所以它是减。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 x 2x 3 1 3减，这个乘出来会变成减六 x，这个乘出来减 x，所以它变成减七 x。然后这一边它的这一个 c 是加，所以它是属于同符号的。然后 b 是加，所以它是加。然后我在这边，我开括弧，x 跟3x 2 1 2加，这个乘出来是 6x，这个乘出来是 x，加上来是 7x。这一个 c 是加，所以它是属于同符号的。然后 b 是减，所以它是减。然后我在这边的时候，我有 x 跟3x 3乘以33减，这个乘出来是减39x，这个乘出来是减 x，所以它会变成减40x。好，在第七题，这个 c 是加，所以它是属于同符号的。然后 b 是加，所以它是属于加。然后在这一边，我有 x 跟 5x，717，然后加，753，这一个是35x，这一个是 x 加上来就36x，OK。然后这一个 c 是加，所以它是同符号的。然后 b 是减，所以它是减。所以在这边的时候，我有 x 和 7x，然后3721减，所以这一个是减 21x，这一个是减 x，所以是减 22x。然后第七题这一个 c 是加，所以它是同符号的，然后 b 是加，所以它是加，so 5x 就155，5x 6，它可以是166236，所以23，然后加，这个乘上来是 10x，这个乘上来是 3x，加上来是 13x。OK，第八题，我的 c 是加，所以它是同符号的，然后 b 是加。所以它是加，然后在这边的时候，我们有 x 2x，然后我可以是什么1 12 12 12 1 12 2 6 12 6 22，然后3 4 12 4 3 12，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就4 3 12加。所以我在这一边，这个是 8x，这一个是 3x，加上来等于 11x。